彭委员好，吴长好。刚刚有提到几个委员都很关心啊，外交部也都回应，致事回应说跟美国的两大政党都平行保持交往，对吧？是。那事实是如此吗？是如此。我们看到华盛顿邮报在之前有一篇文章里面讲说，台湾忧心拜登将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报道，提到主要有两点嘛。一点就是520就职外宾的祝贺影片，说蔡政府有刻意的删减民主党人的祝福，没有来增加，没有刻意删减。我们已经对外面做过非常清楚的一个说明，这个是正式，所以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错误。它是一个错误的报道。那我们外交部有没有要求更正？啊，我们已经对外做过。我们外交部有没有正式发函向华盛顿邮报要求更正？我们已经跟这位记者已经有联系了。那联系的结果呢？联系记者告诉他们说，我们有这个诚信的报道。部长，这个是重点啊！华盛顿邮报是全世界都看得到的国际媒体啊。今天报道出来，如果不是事实，身为台湾2300万人的其中一员，我们要求外交部要用最大的力量去要求更正，甚至要求他道歉呢、啊。华盛顿邮报总不能大象打人，小象道歉吧？况且现在连道歉都没道歉，是吧？所以部长，我们在华盛顿，如果您在国会殿堂里面讲这一个报道不是事实，那我们有什么具体的方式可以要求华盛？毕竟这完全就是打部长您刚的脸呢。您刚讲说我们中华民国跟民主党、共和党都是平行的友好，他显然这一个报道不是啊。那部长你要怎么样？以我们你对于在野党过去都没有强硬的态度，你要怎么样对这个华盛顿邮报记者强硬？很好了，没有很强硬了。好，来，我们的这个那个新闻稿上面，这个是对全世界的上面说明的非常清楚。是嘛？那有没有办法要求华盛顿邮报道歉？甚至如果他不道歉的话，我们可不可以提告？非事实已经，你要去告记者的？不，我要看外交部的态度啊！啊，我们已经正式对外说明了。所以除了说明完了之后呢，一说更非事实。部长，那说明完之后，公安呢？公安就强啊呢？安呢？刚有强？你对一个国际媒体讲说该项报道，安呢？你刚刚强，但是强量是媒体的报道没有一样的平衡报道啊。他有那么大篇幅讲这个，那他有登出华盛顿邮报有用他的版面一样登出我们的这个说明吗？没有啊。他针对我们台湾有很多的一些报道。另外啊，第二个，我们美国代表处这边 Twitter 在10月27号还转发了一个美国第一夫人的 Twitter 贴文啊，那个很快就删掉了。那有转发嘛？代表确实有转发嘛？有转贴，但是对有转贴，发现那个贴文的内容是什么？我并不确定，因为那个是第一夫人的助选的，对嘛？选举嘛，你刚也讲，所以不是美国本土的事物，而是选举的事物嘛？对，没有错。那我们这样子是不是代表我们外交部的螺丝松了？哦，没有啦，我们那不然怎么会突然转发了，然后马上又删掉？我们驻外管处的这种，不管是推特或者是脸书，这是谁在管？那个驻美代表处啊，驻美代表处是，所以萧美琴这个代表要负完全责任。驻美代表处的那个处理新闻的这些同仁呐，哈，所以那又是小编，不是那个，如果是转贴错误，那我们发现了马上就删掉，已经删掉了。那谁给他权限让他去转贴嘛？他就已经删掉了啊！不，哇，部长，你是误触。那如果说今天还好，他不是管飞弹啊，飞弹发出去误触啊。重点在于是谁给他权限，这代表是外交部的螺丝有问题，决策机制有问题。你怎么会转贴一个他国的选举事务，尤其是又是全国媒体、全世界都关注的焦点？然后你刚又讲说我们台湾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跟两党平行友好，那显然不是这么回事啊。这很恐怖哦，部长。我想有关于那个各个外管在转贴当地的新闻这件事情，通常都是小编在处理，所以这又是小编的问题。这个事情已经删掉了啊，我们就跟你说。所以这又要尊重小编创意。这个不是创意，这个是转贴新闻，这个是经常性的，这个在做。那、这个、部长，这个弄错了。部长，本席为什么会在现在提醒？就是因为这代表到11月3号，尤其现在有很多的这些大家都在说明提醒注意，美国总统大选结果不一定11月3号就会出来。
是有可能会有可能啦，齁、哦、还会有这个拖延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刚刚本席在那个 echo 一下我们刚陈以信委员的这一些质询，我们有一些外管的大使、外管的代表，他也有社群媒体，也常常在他社群媒体上面，不管讲的是他们个人言论，不管讲的是这个错误的言论，都代表的是中华民国，因为他们都是正式的中华民国官员。所以我现在请教部长，能不能要求从此时此刻开始，至少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炉前，任何外交体系，不管代表、代表处，不管大使，不管是我们的政府官员，一律不能针对美国总统大选有任何的个人意见表达，这样可以做到吗？我们驻外的这个代表一向是遵守这个在其他国家选举的时候，在其他国家选举的时候，我们保持中立，这个是我们外交部的这个作为。是，所以是不是部长不会有问题的？好，不会有问题。所以说，部长，请您强硬的要求，到11月3号美国总统大选出炉结果出炉前，尤其是有可能。他不一定11月3号出来哦，我们要真的拜托，尤其是有那几个大嘴巴的，我想我就不点名了，常常上脸书的啦，常常大嘴巴的啦，常常还会写我们国内的政治的啦，那几个代表，我拜托部长，现在正式的要求，拜托部长，请绝对克制他们，不要再来跟我们讲说是误触，不要再跟我们讲说是个人意见，因为这都代表中华民国，您可以同意吗？不但同意，而且可以跟委员讲，我们从几个礼拜之前已经要求，那如果没有办法要求，如果还有发生这个行为，那我就会质疑是部长的这个领导统御有问题，没有办法管住下面的代表。那拜托，因为这是一致对外，我们对民主党、对共和党，我们都保持友好，2300万人，我们不押宝，但是我们静待美国总统大选出炉。谢谢，是，谢谢委员。